分享了。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。喂，做晒晒几点钟啊？唱得好好啊，交个朋友吗？嗯，靓仔喎。虽然我冇错，但系 sorry 咯。Sorry 有两个 R 噶，写好啲英文先啦。呢啲先系英文嚟噶嘛。Who are you？ 自从事主钟乐山在手机上打出 Who are you 呢三个字开始，他就正式钟咗落去一个圈套里面啦。不如我在 London 飞翻嚟揾你啊，大家见个面好唔好啊？网络情骗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，骗徒会讹称自己外国居住，操流利英文，在交流期间掌握事主情感上的缺陷而逐步入手。这一类型的骗案我们称之为杀猪盘。什么话？你说哪个是猪啊？什么情感缺陷啊？咦，你见到我的？我当然见到你啦，这些叫爱啊，你懂不懂的？不懂就走开啦，走走走。我而家搏啦，好想快啲见到你啊，猪猪！骗徒喺选猪，亦即系拣定合适嘅行骗对象之后，就会同受害人建立信任嘅关系，进行养猪。等到时机成熟，就会以约见面为名，炮制一啲精心设计嘅陷阱，从而向受害人索取款项。如果怀疑受骗，请即致电防骗二二线。San， 我被 Hong Kong Customs 扣留了，我打给这个 D Cosmetics， 他们说有什么大麻二分啊。你做什么傻猪猪买大麻二分给我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 Customs 说保释要30,000啊， 30K。 不要紧啦，你现在给你 account number， 我先给你先啦。